回到我们的龙虎楼。好啊，从客厅的走道往大门口看，这边是龙宽，这边虎仔，这边是龙。哦，所以这一条走道进来，走道是这样子啊，龙比较宽啦，虎比较另外一边就撞壁了。嗯 ，OK。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望南山。第一，他的客厅呢，讲客厅，客厅版男主人哦，龙宽，龙高。哦，因为高挑高，龙明，所以这里面是明亮。对，最厉害的一点是，这里看出去竟然是一望无际的一片天。哇，采光很好。对对对，把它拉出来。我再告诉你更可怕的事哦，哎，那两栋楼有没有哈？是贵到你会吓一跳的，贵那两栋。他们都没有邀请我去过。你说对了。OK， 听说了。人家电梯还透明的那个。你说对了。那个手扶。对啊，豪宅级，我们不是遥遥不可及啊！而且现在他有这个洞距很宽，对他来讲事业前途发展什么都很好。而且你注意看哦，哎，前面是不是开阔明亮、绿意盎然一片天？嗯，去哪边找这样的一个？哎，就是对啊，哎，真的很厉害。去哪边找？所以很多的条件促成了他，事业啦、远行啦、生子啦，都是加生儿子都加分。你说对，而且你本身又是属于外景节目，对，这一片天对你来说是加分到极致。